粉丝很疯狂，很热热情热情。所以润和就觉得台湾今天真的很热，对，你们真的辛苦啊，谢谢。好久不见，跟你们见面，对吧？谢谢。有点害羞，有点害羞，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就最喜欢看你害羞的样子了。OK， 可是呢，这个今天晚上。